其实我，你让我说完，对不起，他必须跟我走。 说，24小时跟我在一起吗？对，这句话是我说的，但拆迁有必要拉着我一直跑吗？你明明知道我在讲话，你这样子会不会太不讲理啊？就算是打扫阿姨，也有自己的人身自由吧？你到底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啊？季文凯，你不要太过分。 以上解释，啊？你不是问我，到底是要报复你、照顾你、保护你？现在回答我，以上解释，因为我是坏人。 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冷静一下？好，好，那我想，我也冷静一下。 在那边，我家在那边。